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四条规定，进入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的不得有的不良行为。所以不管今天向老师的目的是什么，他今天这个行为实在是太不周全了。苏老师，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向老师带我去的是后面那家店，我们就是单纯来看个演出，没酗酒。你是高中生，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在家里学习。对不起了，向老师，救命之恩，该宰吧。看到我受伤不闻不问，当着外人的面一个劲儿的教训，才太让人受伤了。父亲，这人好眼熟，是向梦楠吧？哎，好像是他。哎，他在干嘛？看那样子好像喝醉了。快上，快上。你怎么了？怎么了？气死了！又怎么了？小东南，向儿子，咋？你们俩又一起上班了？没有。什么情况？年轻人的事情，就像这些多变的三月天一样，习惯就好。气氛怪怪的，怎么感觉有股杀气在靠近？有杀气啊！慢点，你。帅气怎么办？又是咱们的责任。年轻真好。就在昨天晚上，向东南未经学校允许，居然擅自带着学生去娱乐消费场所，这已经违反校报告、附中校规的规定。韩校长，出于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以及学校的声誉考虑，我建议免除向东南班主任一职，由苏琪老师担任。这都是为了学生负责。凭什么呀？这不公平！我这是出于有教学目的的出行，是有正当理由的。我可以不当这个班主任，但是不能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不接受。安校长，他什么态度？哎，苏主任，你认为呢？苏老师和向老师共事最久，可以听听苏老师的意见。我同意杜校长的提议。你说什么？你故意的吧？你说什么？我故意什么？
跟我耍脾气。我耍脾气，明明是你在钻牛角尖，好吗？那昨天晚上你跟吴老师出现在酒吧门口，那我是不是能说你们为师不尊呢？夏东南，你有完没完？完了，彻底完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跟我说话了，知道？没有期限。算你狠。当然，我们这是正式的冷战，不是开玩笑的。历史上最长的冷战持续了44年，还是有结束的那一天呢。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的冷战没有期限。那你要去哪里啊？我怎么可以告诉你呢？告诉你了，你万一告诉老苏，他来找我怎么办？我绝对不会跟他说的，我尊重你们的游戏规则。什么游戏啊？我们这是实打实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懂吗？你在等苏老师吗？没，怎么可能？我在思考，想想我什么东西落下了。苏老师回来了。哎，刘三，你不要太想我啊，想我也是没有用的。我这一走，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我没有想你。什么意思？跟我玩真的是不是？开门！我的海绵宝宝还在里面呢，把我的海绵宝宝给我。欺人太甚！你还有人性？里面的人给我听好了。我这一走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回来。我要是回来的话，我就写不出。我要是回来的话，我就喝不到牛奶。牛奶不行，我也得喝牛奶。我要是回来的话，我就给你做牛做马，一辈子任劳任怨的。苏老师，他好像真的走了，那不是正好吗？你真的觉得他走了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少一个人，多间房，空间大了不说，噪音还少的，这不是求之不得的事吗？怕是要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难道是我的生日？
家干嘛太冒失了吧也！没事，这个主人是不是很奇怪啊？道歉估计是没用了，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他该不会是有精神分裂吧？双重人格？比起用套路，直接上门道歉，会不会显得更诚意一些？不会是姓苏的这一家的家族遗传，偏执、狂躁、变色龙？嘘，别说了。打算在我这住多久啊？我苏说。 没有期限，啊！打扰了。这儿给我拿一杯热牛奶。来了。大人不在啊。 最近压力太大了，都产生幻听，幻听，一定是幻听。婶儿，你们家遥控器呢？我要看电视。 医生，你们家微波炉怎么用啊？林先生，洗衣粉放在哪里啊？晾衣架呢？热水器怎么调？没热水。我的衣服呢？或许明天会更好。 送你回去吧，好不好？不好！幼稚。
出优惠套餐了，两人同行一人免单，还送两桶爆米花，再多送一部影片，怎么样？去不去？不去。你俩不去吗？去。好。他不去我就去。他去我就不去。啊？怎么样呀？他俩怎么了？像素冷战。我们这样做真的可以吗？蒋杰会不会生气？可是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我也是。总觉得对不起向老师。要不这样吧，你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跟他说。不行，既然是一起犯的错，就要一起去承担。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俩要是敢背叛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向明远，我就把你们踢出慕晨的粉丝群，让所有粉丝唾弃你们两个叛徒。但是我……哎，你们仨在这干嘛呢？哦。我们准备去食堂吃饭，对，吃饭。去啊！去啊！这才是我的好朋友们，走吧，请你们俩吃日料，新开的，可贵了。哎，慢点。朱老师，你坐这里。这个给你。别走啊！我去那边。朱老师，能坐这儿吗？坐这儿啊。第一次和解计划失败，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老苏和向东南这次绝对是真杠上了。我今天在走廊上看见他们俩，就跟陌生人一样，谁也不搭理谁。我上次去办公室送作业也是，只有他俩在，那个氛围啊，超诡异。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问他喽。哎，你去哪儿啊？跑步。等等。怎么了？你什么时候开始运动的？生命在于静止，不是你的人生信条吗？我要强身健体。强身健体？你千万不要学老苏啊，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美其名曰强身健体，实质上是暴力因子在作祟啊！你是个斯文人，他是野兽，你可千万不要违背进化论的原理，从人退化成兽，明白吗？明白。你说这个老苏也挺奇怪的，别的女生啊，锻炼身体，顶多是跑跑步、跳跳舞、做做瑜伽什么的，她倒好，打拳啊，梆梆响那种。我一想到她打拳的画面，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那你看，哎，像她这样的铁血女汉子，以后的男朋友肯定惨，要常备什么精创药啊、护膝啊什么的，还得经常看跌打医生。不是，你真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啊？我也去呗。三说，三这个数字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和谐、最完美的数字。我以前倒不这么觉得，现在倒深有体会了。哎，你们别误会啊，我不是在说跟老苏的那个组合，我是在说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只要没有老苏，任何的三人行都是完美的。哎，你们跑这么快干嘛呀？给点面子不行啊！我不跑了。我都出来这么久了，老苏应该是后悔了，在想怎么跟我道歉，怎么祈求我搬回去。应该是。进来。主任，您找我。最近试讲准备的怎么样？哦，还好。你跟向东南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啊？
没有啊，没有的事儿。不管因为什么事情，也不要影响到工作。不会的，主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好准备试讲。那我出去了。哎，把门带上。哪儿疼啊？哪儿疼？我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个小女人，惹不起，我还躲不起。明天就看你的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不成功便全扔。我们一定可以的。嗯，谢谢你们。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加油。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他的绿叶，我也是一片平凡的绿叶，虽平凡但无悔，虽平凡但无私。谢谢。我时刻在审视自己，做老师的责任和担当。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下一位老师。高三的班主任工作是整个高三阶段最累最重的，因为要他陪着孩子们走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可谓是负重前行。今年是我带的第三届高三班，在陪伴他们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成长。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在这个阶段留下一个满意的注脚。喂，妹妹怎么了？下一位老师。苏老师，我生病了，特别严重，上吐下泻的，可能是急性肠胃炎犯了。我爸妈都不在，只有我自己，我很害怕。在哪儿？苏老师。我敢打赌，他们两个下秒钟就和好。看戏别说话。怎么是你啊？贝贝呢？没看着。向东南。你吼什么呀？我又干嘛了？你又干嘛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又是急性肠胃炎，你骗人都不会换个理由的吗？什么急性肠胃炎？什么骗人了呀？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自己撒谎成瘾也就算了，你还拉着学生合起伙来骗我，你在干什么？你觉得骗我很有意思，很好玩吗？你这个人脾气怎么这么差呢？我什么都没干。你闭嘴，有多远走多远，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也不想再看见你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呗。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种结果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不过我准备了 Plan B。是什么？
后天的课外活动。我们大神果真聪明啊！后天我们要去凤凰山采集客用音效，又有那么多同学在，他俩既不能吵架，也不能说走就走，绝佳的和好机会呀！贝贝，你真聪明。你这个计划不成立。为什么？谁能保证老苏就一定会去？同桌说的对，要是苏老师不去的话，那这个计划就不成立。嗯，所以说我们要先邀请老苏去。非凡说的对，我们可以邀请老苏去参加。那你们谁去邀请老苏？干嘛？看我干什么？我拒绝啊！气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哎，我姐肯定对我失望透顶了。向老师离开合租公寓之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每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我好像生病了，病得特别厉害。哎呀，就算向老师有千错万错，陈六三的身体没有错嘛，杜老师你说对不对？有病看医生。病好了。第二次和解计划也失败了。看样子世间万物所有的问题还得靠数学来解决。你今天怎么没去跑步啊？今天是瑜伽，不跑步。你跟主任倒是挺绝配的啊，都是被计划牵着鼻子走的人。好歹是自己的计划，总比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好吧？我才没被老苏牵着鼻子走呢，做梦！我又没说苏老师。傻。嗯。我的好弟弟，帮哥哥一个忙呗。说。你帮哥打听打听，周日的课外采风课，老苏去不去？他又不是音乐老师，为什么要去啊？英英不分家，学科互通、见贤思齐的道理你懂吗？再说了，他是联合班主任，应该全面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果然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你到底是想让他去还是不想让他去啊？我当然不想让他去了，我见到他我就反胃，口是心非。到底哪一个才是呢？这个，苏主任，不可能！指南针姐姐这么俗气的名字，怎么可能会是苏主任？苏家的女人有什么不可能的？是吗？嗯，你凭什么说指南针姐姐名字俗气啊？我的粉丝是全天下最有品位的人，不像那个老苏土的要死。傻，你到底帮不帮哥打听一下？他说他不去。你怎么知道？我早就问过了。你为什么问？因为最希望冷战结束的人是我。苏老师看起来好难过啊。
被老苏训过的人，有哪个不难过呀？哎，生而红干。哎，你不是负责去邀请老苏了吗？对啊，他说他不来啊。啊？是他不来还是你没问？不去。哎，贝贝，你有没有跟苏老师说装病这个事儿跟向老师无关呀？当然了，当天晚上我就冒死给老师发了微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解释的清清楚楚的。难怪他不来了。为什么？哎，老苏现在不仅不想看见向老师，还不想看见我呢。哦，对了，二板，你没有被老苏骂吧？我倒是希望他能骂我。为什么呀？你们知道女人什么时候最狠心吗？什么时候？沉默的时候。沉默就代表着他彻底死心了。那是不是说明你还没有放弃我呀？嗯，好好珍惜我鞭策你的日子。是啊。我只要和偶像一起进入苏老师的黑名单了。哎，我只希望我的英语成绩不被牵连就好了。哎，就我那个成绩啊，影响不了谁。向老师。我那个……哎，行行行，别跟我道歉，那道歉我已经听腻了。那苏老师原谅你了吗？是我还没有原谅他。向老师，对不起。又是这句，哎，行行行行。都扶不起来的嘞。透过视角。课外采风课，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想当班主任吗？还不来课外采风？我这个视角，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吧？怎么说，也是因为我错过的。虽然是学生安排的，还是因为我。唉，可是是他先冤枉我的呀。说我太让人失望了，这种话怎么能随便说出口呢？对不对？救命啊！救命啊！肖老师，安琪落水了！肖老师，安琪落水了！好了，都各方面都好，他是不是出来了？还没有，还没有吧？你看，哎。先告诉我们吧，情况很严重吗？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的关心。向东南先生现在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各位请回吧。有任何新的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要相信医生，相信向东南先生的意志力，
更要相信好人有好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曾经创作金曲《草木皆有趣》的退圈歌手向东南因解救落水学生昏迷不醒，此时正在医院紧急抢救中。向东南曾经是一名颇受争议的歌手，现如今浪子回头，回归本质，成为了一名富有责任感的教师。在此为各位听众朋友点播一首《草木皆有趣》，祈祷向东南平安。鸽子，你别哭了，昏迷而已，会醒过来的，你放心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去医院看一眼吧。不行，肖老师的助理说了，我们去了只会添乱的。你们都不用太担心，他不会有事儿。哭吧，别逞强，难过你就大声的说出来，没有人会笑话你的。没有什么可难过的呀，他肯定不会有事儿。同桌，你怎么知道？那儿的水又不深。嗯戒糖，断碳水，来喝杯热水，包治百病。我都没想通，我以前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才几天不看着你都膨胀成什么样子了？就算不做艺人，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啊！万一哪天需要你上岗再就业怎么办呢？我不是，等我一下啊。手摊开，省着点吃，把水喝了吧。